嗨，晚上好，谢谢那个 W 小太阳让你升起的99。我刚刚就是说我太饿了，点了个外卖。然后，谢谢 W 小太阳冉冉升起的100，因为我今天在场馆里太热了，然后我天都没怎么吃，然后现在就点了一个，谢谢老贼的99。点了一个，土豆粉，谢谢宋欣然的王子。不能摘帽子，因为那个头发就是说塌了。塌了，有点丑，只能用帽子掩盖。谢谢宋欣然的王子啊，得99，得198，哈哈，谢谢谢谢。你们看我的，我今天就是说把我这个名牌贴在我的胸前，很 fashion 吧？谢谢宋欣然的王子。就是我给自己设计了一个新款，就是我这吊带上就是我的名字，它正好就是把我里面的那个吊带就是遮住了，你知道吗？很搞笑，很 fashion。他们见了我都说这是就是很那个很潮，知道吗？这盖高点，谢谢。哦，谢谢宋欣然的王子啊，得999，谢谢这位王子啊。啊，谢谢谢谢，金光闪闪猪大肠给的。面包渣渣的999，谢谢这位面包。哎，我的纸呢？完了完了，纸巾用完了，没有纸了。这个米线看起来，哎，怎么没有给筷子啊？在这。这不是米线，我点的是一个土豆粉，因为好像我看是新开的，以前没吃过这家土豆粉，没办法，我就是对米线啊、土豆粉这种东西情有独钟，知道吗？就非常爱，谢谢，有点油腻。谢谢赛马饼干，冉冉御赐的99。我们今天那个场馆，而且我今天发现啊，我今天居然一天都没有关空调。我回到房间的时候，我房间好冷，好凉快。我想，天呐，没关，完蛋了。破产了我呀！怎么会这样？就是说回来很舒服，人心，舒服完然后就整个人就不好了。
倒是要看看会扣多少钱。没画眉毛。我们今天就排了16人曲，没有排我的 solo 呢。而且我 solo 的衣服到今天都还没有做出来，就是说好紧张，害怕不合适穿上。明天当然要去啦，明天很早就要发车呢。对啊，还在做啊，我今天问服装老师，他说还在做啊。应该明天会做出来，但是不知道如果穿上就是不合适会不会改，就没有时间了呀，好赶。好好吃啊，谢谢独宠孙欣然22.99。不会的，我帽子不会吃到碗里的，你们不要说了，我不会吃进去的，放心吧啊。谢谢江湖夜雨，那就是这样。没有万一，只有一万，谢谢。翻滚翻腾一下，我还点了一个礼记。谢谢没有糖的乌龙茶。好饿。你知道，因为我今天在场馆实在太热了，热的我就是什么都吃不下。我没有打王者，我没有打王者。但是因为昨天我没有在玩，是那个谁王日奇，他本来在玩，但是玩着玩着突然要去排练了，然后就没有人管他手机了，然后我就帮他玩的。不是应该感谢我吗？我就帮他玩了一下他的那个安琪拉，还给他杀了2个人头呢，然后最后我们赢了，就是说我都没玩过安琪拉呢，赢了呀。谢谢冉冉岁月一起闯吧，199。不应该感谢我们，不然他们对就要不是因为我，要不是因为我，奇骏就要输了。他居然吐槽我，谢谢波大的99。
因为我没有玩过安琪拉呀，因为我不喜欢安琪拉这个英雄，很讨厌他。因为我之前就是玩的时候，就老是被安琪拉杀，我就是，我不喜欢玩安琪拉。结果没想到，我居然玩了一下安琪拉。然后，有阴影，不行。但是我还是赢了呀，还刷了两个人头呢。琪琪还嫌弃我，他看到他自己杀了几个人吧。就是说不要听她一人说辞啊，这个女人。谢谢 Will 点 D 点燃姐的999，谢谢你的999。奇境玩什么英雄？不知道呀，没注意。当时我都不知道谁是谁，我去上去就是拿着安琪拉就在那玩研究，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谁。就是很突然。什么？什么奖券啊？ID， 因为我看不到后面的，因为它这个屏幕上就显示了到那儿。哦，又是那个，这个要求就是说真的很难哦，太难了，放弃吧。不要为难冉姐了。天哪，不会到时候合影的时候带了个绳子来吧？非常害怕。谢谢麦麦宝贝，小胖炸炸点点点，你看我就只能看到这儿。掉99。什么什么什么物了？物什么了？为什么有小鸟叫？谢谢少年染说送一染饰，点点点，是什么？说我是什么？大美女吗？可以，我接受。送心染是瓜，可以的，我也接受。送心染是花，谢谢夹心刀皮花妈版的99。为什么有小鸟叫啊？
谢谢困，谢谢这位困，很特别。你们听没听到鸟叫啊？外面有小鸟叫。就是说，一个字的 ID 我还是第一次见。早上了，我居然真的往窗外看看，发现看不到。不知道呀，好像是外面的小鸟。怎么会这么晚还有小鸟啊？夜猫子呀、谢谢会打怪兽的小冉，对，就是九。怎么知道会打怪兽啊？好吃。谢谢我。括号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自己在里面填吗？谢谢冉哥绑我，但就是就，你们好奇怪哦，要么就是喜欢绑，要么就是喜欢捆，要么就是，真的会，你们下次不会真的会带绳子来吧？结果我的那个，到时候我说会队列，大家都被绑着。搞得像我绑架你们，搞笑，危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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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可依靠的金牛花妈的999，知道你是金牛座，好的好的。金牛座很不错，哎呀，我都吐血。什么？原来这就是内卷。咦，为什么这里面还有一个这个鱼，这叫什么？啊，蟹肉棒。好吃死了，就是米线有点少，菜有点多。
谢。打起来，打起来，打起来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干什么呀？是你们自己在弹幕里说的。哎呀，口红都被我吃掉了。我的口红，谢谢单推冉冉的小王努力学习。100，这金针菇好大呀，不太好吃啊。努力出道，我知道，努力出道，加油，小王，努力出道。心就想着学习。救命！我没有纸了。这儿我有时间，我的纸有在，在这儿，再吃几口，马上就吃饱了，其实已经吃饱了，但是不能浪费。我一会儿再去练个舞，消化一下就好。练一下，好紧张，因为没有，因为我不是昨天晚上学的嘛，学完之后我都没有。就是没有和那些伴舞没有一起跳过，我想一会儿再去练一下，不然心里没底儿。有啊，大家都有伴舞。
颅内，我今天颅内练习了一天，嗯，也没有，反正颅内无时无刻都在练。谢谢西西，也想被冉冉，不是冉，也想被姐姐打。跟99，嗯，之前的 ID 不好嘛，就是说。奇奇怪怪的，哎呦，吃到衣服上，就是大家的爱好都很独特，大家的爱好，嗯，大家爱好都，嗯，非常不错啊，非常可爱，嗯。谢谢这位正经人，这位正经人 no 这儿的99。行了，大家都不要装了，知道大家都不是什么正经人啊。我可是有一双慧眼的，知不知道？哎呦，我想打喷嚏。出来，憋回去啦。天哪，我想打嗝。对啊，就是我想打嗝，但是因为我在直播，所以我要憋回去，不能打出来。谢谢，过期鉴赏限定的99。我容易吗我？谢谢过期鉴赏限定的99。哇，这一大串金针菇被我生吞了。谢谢这位冉冉，打的有点疼。我什么时候打你了？你说，你是不是栽赃我？你说什么时候打过你？谢谢过期鉴赏限定的99。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还在陷害我，污蔑我？
谢谢过期鉴赏限定。谢谢过期鉴赏限定的99。四个还是五个了？哎呀，完了完了，塞牙了！天呐，五个，99乘5等于500，500减五是495。谢谢。那冉冉什么时候打我？太奇怪了，大家都是哎呀，什么时候？不然就梦里吧，好吧，就是梦里什么都有，好吧。谢谢张呱呱。张呱呱妈版的999，谢谢啊，谢谢妈。哎呀，我想涂口红。好了，我恢复了活力。重点是瓜，送瓜瓜在此。对吧？不涂口红就像那啥生病了似的。我已经那个元气满满了，谢谢和冉冉一起追逐夏天的99。哟，这是什么发型？可怕！你们跟谁拜拜呢？谢谢那个拉法布利卡的99，谢谢拉法布利卡，谢谢拉法布利卡的99。对呀，我在和我的外卖说拜拜，说拜拜。哎，我觉得我这小吊带真好看啊。大家好，我叫宋欣然。
谢谢 YSK，Kimi 的99。对呀、啊，这就是时代潮流，以后说不定真的就是说，大家把名字印在这个，吊带上面。但是还是算了，实在是有点丢人的感觉，有点尴尬，我给它系上吧。算了，我给它撕了吧。谢谢，瓜人很凶的。咋么知道？小心点！撕下来了！哎呀，我的天！撕名牌！这啥？我自己把我自己 out 了。明天就有新的了。哎，我手怎么黑了？嗯，明天会有新的的。谢谢小甜心的啾咪仔，可爱我的99，啾咪。输一个小偷，这是什么头发呀？戒指怎么样？你们太肤浅了，我们根本不在乎戒指的。戒指这种，戒指这些东西都是，哎，我为什么把我自己的戒指摘了？这乃身外之物，都没有什么用，你知道吗？那是虚的。谢谢，投票。想在染锁骨上游泳，立马把我的锁骨凹出来。好，我就这样说话吧。这样吧，给你们有一个什么东西呢？嗯，就有一个这个吧。这个不行，这太这个这个吧，这太长了。没有东西可以游，家放个什么呢？木
东西可放啊。戒指是当然可以放的啦。没有东西可以证明。可以放一个，口红，这口红太长了，它太滑了。放你们就算了吧，真的是，那不得把我锁骨做断啊！这不是在害我吗？太坏了吧！哦，原来你们是蚁人！哦，天，好厉害啊！我粉丝里居然有蚁人，我天呐！教教我怎么变身啊！我也想变，怎么变成蚁人的呀？带带我好吗？好吗，各位？天呐，好可怕！蚂蚁群要出来，想象这如果有一群蚂蚁在这儿，那一定会很吓人吧？这就说鸡皮疙瘩可能要掉一地了。换一个话题，快快快！那个什么，什么一堆小青蛙坐在这里吗？那应该比蚂蚁可爱吧？小青蛙多可爱呀，绿油油的，生机勃勃。我说的小青蛙可爱是那个，就是动画小青蛙可爱，不是真的青蛙，就是你们现在发那个绿色的那个青蛙。不是真的，真的那个青蛙啊，大家不要理解错。对啊，就小青蛙在这儿，然后把腿搭下来，多可爱啊！好像也还好。嗯，还是小牛牛可爱。算了算了，小青蛙也算了，还是小牛牛吧。
什么？为什么又来到了动物园呀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每天都要就是都要去这一趟动物园？我的锁骨做错了什么？就是说。锁骨上可以放一个动物园，我天哪！那我这锁骨还不得变成绝世第一锁骨？不行，压力有点大，算了算了，我还是不要了。我的左骨担待不动，不起。排练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儿？没有什么事儿啊。排练的时候就大家都很热。排练的时候发现那个，看到了大哥的小肚子，我说我让他收腹，我说大哥你收腹呀，他说他不收。干什么？还不能摸了？这不是很正常吗？什么时候摸人家肩膀啦？啥时候？录音的时候。谢谢冉冉，不狠狠踩熊爷，点点点儿，吓人！还好是点点点儿，都不知道是后面是什么。得一百。什么呀？什么摸肩膀呀？没有啊，在哪里呀？笑得好开心，那不是很正常吗？想笑得开心就笑得开心了。什么？我没有摸的人太多，我没有，不要那个污蔑我。
我就摸过段奕轩和他哥的肚肚，哼哼。什么？我自己的我也摸了呀，怎么了呢？听不懂大家在说些什么，什么鬼？没有的，不要在这儿说了。不要在这儿凑热闹了啊！哼，谢谢 O B 折以 E D 杠 A 的99。对呀，我就在工作呀。换个话题吧，换个话题吧，大家实在是就是太奇怪了啊！换个话题，换个正常的话题啊。排练的趣事没有什么趣事呀，哎呦，不记得了，主要是太热了。冰箱不太好用呢，真的很热，大家都很热，热的就是无法呼吸了。热点钱没有，不是要收钱吗？我就没用，我就用我的那个漫网。他说要10块钱一个小时，这也太贵了吧。因为他说要10块钱一个小时，我当时一算，我晚上到12点，那怎么要给他100块？亏了亏了，算了算了，那我就不玩了吧。我没有讲价。我的网速就是在4G 没有格和 E 往里，就是来回切换，就勉勉强强。I'm fine。这整的比借充电宝还贵啊！那充电宝一个小时多少钱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忘了。谢谢网友小 T，小 T。的99，这样吧，我去那个，等着明天再问我10块钱一天可不可以？如果一天可以的话，我就可以立刻转钱。充电宝不需要，我自己有充电宝。
染我也不收钱，真的。嗯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是的。好像是去年总选的时候吧，还是什么时候，还是金曲的时候，就是染味到哪儿我就到哪儿，就是像那个自动跟随，你知道吧？就是点了自动跟随，然后就是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嗯，他停我就停。我没有忘，但谁会想到是这么久远以前的事啊？我这一时没想到，不是我忘。坏啊！天下第一坏就是你们。这口红挺好看的，第一次涂。人拍的吧，没有找人哎。那我去问问啊。是的，我的绝美舞蹈一定要有绝美直拍。不然真浪费了，好不容易有伴舞，支棱起来！什么？小北收费一个发电，这么坑人？那不找他拍了。算了，我可以问问，万一他就是不收钱呢？嗯。嗯嗯。啊，手机要没电了。什么？你让人家给我拍，还让人家再给我送五发电，你这也太不地道了吧？咋想的？你这是？
太坏了。对了对了，我今天看到我的易拉宝了。厉害吧？就看到了一下，后面不知道搬哪去了。对呀，绝美，超美，就是我挑那《玫瑰少年》的，可好看了。我就是被惊艳的，我想我就是我走过去，我发现哎。走过去就是没怎么注意，但是我就是又退回来看，我想这美女是谁？哦，我一看是我自己，啊 哦，这帅哥是谁？一看是我自己，然后我就退回去拍了张照，丢 人，真的是这样子的，我当时就是没有注意他，因为他在一个房间里头摆着，然后我就是走过去，但是晃了过去，但是我又。就是哎，就想回去再看看，然后一看是我自己，没想到是我自个儿，哎呦天呐，怪羞耻的，就是说，对呀，就是老好看了，不然我也不会回头回过去，就是再回去走过去的，对吧？没有那个呀，想呀，我没有那个自拍，因为那个里面都是人，太害羞了，实在是不好意思的。对呀，因为里面有那种不认识的工作人员坐在里面。羞涩，我在那拍照，人家可能是以为我有毛病吧。因为我当时拍照的时候，里面的人就都看向我了，就是我站在门口拿着手机，弱弱的给我的易拉宝拍了张照，哈哈，你们懂吗？然后那个房间里的人就是。齐刷刷的看向我，你们懂那种感受吗？然后我就走了。就是还好我戴着口罩，他不知道我是谁。什么？名牌是之后才贴上的。一开始那是我刚到场馆，刚进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没有那个名牌。哎呀，我的眼睛，快看！惊现四眼皮，其实它是有四层的，加上我本身那一层。还有四层，看到没有？这是那个欧式大霜。霜到没朋友。千层，我这是那个千层眼皮。羡慕吧，你们可没有哦。要不要就是分你们一个眼皮啊？有没有就是单眼皮的同学？
这样可以分你一个眼皮。播到那个2:10嘛，还要去练个舞呢，然后还要洗澡呢，还要做面膜，还要那个热敷，剃一下猪腿儿，剃一下猪腿，小猪腿儿，算了，今天不热敷了吧，明天再敷。因为明天要早起，我稍微去消化一下。敷好。没有，我练舞很快的，一会儿我就去过一下。实在不行，我就明天早上起来过吧。马上就走啦。我今天晚上在颅内过。明天早上再去舞蹈房过。谢谢。金光闪闪猪大肠里的面包渣渣的99。谢谢哦。是的，还有2分钟呢。你们去睡吗？你们是不是等2:10也去睡觉了？什么东西啊？那就行，你们现在已经躺在床上了吧？想必你们应该躺在床上了吧？真的就等闭眼了。好的，那成全你们，好吧。哎，到点儿了，这么快，怎么回事？我的表不会是不准吧？为什么我才说两句话就过了2分钟啊？好神奇啊！就离谱。那我走喽。你们快点闭眼吧，快点睡觉吧。明天还要上班呢，上班上班，上学上学。那我走了。
行了，我太磨叽了，我真的要走了。祝大家做好梦，Good night，晚安，走啦，拜，啵啵啵。